花落远景。美的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，为传达出浮生若梦、人生感慨的寓意，呈现盛世之美，勾勒出日本的物哀美学。台中国家歌剧院 NTT 遇见巨人最受瞩目的强档作品《唐美云歌仔戏团》《光华之君》入围2021年第32届传艺金曲奖六项大奖。《光华之君》日前在台湾戏曲中心举办的颁奖典礼，压轴奖项戏曲表演类最佳团体演出奖，就是由唐美云歌仔戏团以《光华之君》勇夺。《光华之君》编剧陈建新还勇夺最佳编剧奖，戴军芳导演勇夺最佳导演等三项大奖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我是你的梦，我的故事，等你来写。梦世间，随流不改自甘。千秋漫天。茫茫的悲